知道啥时候跳马，啥时候出局，过日子忙事业哪能都如意，大丈夫你得能伸，也得能屈，人活一张脸，树活那一张皮，说话办事要把诚信放第一，国法家规要牢记，养育之恩更要珍惜呀，忠孝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这盘棋，走好人生这盘棋。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二奎他们出去溜达溜达，开开心的玩玩了。嗯，我这是中了调虎离山计了，哼，想把我支出去，没门儿。谁呀？老妹儿，是你吗？老妹儿，老妹儿，来猫了是咋的？啊，你俩睡没有？我自己在屋呢，我听说外边有走路的声儿。没睡啊？没有没有，赶紧过来，听外边有动静呢。啊，我也听着了。老大声，吭家一声，完了还来回杠杠杠杠那么走。还走？辣椒呢？走了。他回去了？早就回去了。他啥时候走的？早走了，我让他回去了。吓一跳吧？可不，别害怕，可能是野猫。我去看看，能来人吗？你先别慌，别害怕。啊。不能啊。谁呀？哎，这门咋还没关呢？
没人啊，那糊倒了，可能是猫蹬的。那不对呀，我咋听着来回有时像走路声呢？咋？还有脚步声啊？不可能！你看我没听错。啊啊！吓一跳吧？可不咋的，这咋回事啊？你说？我这住多长时间都挺静的，可能有人来。妹子，睡没？啊啊，姐啊！辣椒，哎，哎呀，你俩这跑一个屋来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唠挺热闹。说你回去了？啊，回去了。又搁家来的？啊，对呀。你咋进来的？我就从大门进来的。你挤进来的？不是我，我就正常进来的。我一推，哎，就开了。我都插上了。哎呀，那你记差了，根本就没插。我进来回身，我插的门，是吗？啊，那个门吧，有时候一插就插不严的话，一推就开。那两道锁呢，你得都得插上。啊啊，我这，但是我没插好。嗯，你回去拿这干啥呀？啊，我这不寻思。你说我妹子这脸给整成这样，她也上点火，白天一天也没咋吃饭。完我回家吧，我就惦着，你说没吃东西，下会万一饿了呢，我就拿纸挂面，我寻思握俩鸡蛋，一会儿热乎的给她煮点面条吃。老根儿啊，你也歇着去吧，你看这给你这个。别折腾了，你把这两样放到厨房吧，好吧？啊，好。哎呀，我爹，我妈，你的老丈人。你爹你妈不是他不是他是上我爹我妈你队长你别打扰我你啊你给我算个账啊我爹我妈是不是你老丈人那我得叫叔叔阿姨不是小琴他刚才这么唱我爹我妈你的老丈人对呀、啊、就是这么唱的呀。你没明白啊指着我爹我妈这手指你的老丈人他说你明白没对我看着了他就是指着你唱的。我厉害了。爱情来了。啊爱情来了。这也太突出来了。队长啊你别说啊你俩站在一块儿真挺般配的。啊是不是那个郎才女貌爱上羊。反正这么说也对恭喜你哦加油。然后他又唱那个送请情郎送到大门东。对然后你就把他送进去了吗东搁哪儿啊东，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这找不着北了呢。行了，别找了，替你高兴啊、哦！回去睡觉吧，我在这值班。你回去睡去吧，我搁这站一宿。我队长，你都上一天班了，站一宿能受了吗？他万一一会儿出来再跟我唱，要是看着我不在这儿，他得多伤心呢。那行，那你先值班，我先回去。去吧。然后你要是挺不住了，你就喊我啊。去。走了，队长。走。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他爹，我老丈人，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最近咱大舞台票房啊是明显上升，离不开所有演职员的付出和努力，大家辛苦了啊。特殊提出表扬的是乐队老师，啊，跟演员的互动配戏啊特别积极，刚才我强调的注意事项，大家都要遵守啊，大家能做到吧？能。
怎么有气无力的呢？能做到不？能。好了，那今儿咱就散会。别，开源，九叔有散会了。啊，不是，还有事儿没处理呢。啥事儿？你看你这当领导的怎么还装糊涂呢？什么事儿？药丸子事儿啊。药丸子的事儿，派出所已经处理完事儿了啊，咱们就不用再处理了啊。不是派出所啊，处理了，你当老板就不处理了吗？那不行啊，你得服众啊。你想啊，他身为舞台总监，私自往剧场带人，不买票，你这你咋都得罚点款吧？你不能就这么不处理呀、啊。还有就是，他打架，那直接影响他们大舞台的这形象啥的，多恶劣那影响呀！你也不处理，他当舞台总监能行吗？自己都监督不好，还监督别人吗？对不对？对，我强烈要求弹劾药丸子。杏儿，你看这事儿咋处理？那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哈，王老三提的是对的，确实，咱们大舞台有明文规定，不管你是谁，私自带人入大舞台，那就是违反规定，需要罚款，所以。药丸子也不应该例外，我决定，就这个事儿，罚药丸子人民币2000块钱。你说两句吧。那个姐，你俩坐下，我自己检讨一下。对于我这个事儿扣半个月工资呢，我是虚心接受，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了啊。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的这个来龙去脉啊，不是解释。这几个人呢就是网红，我也没想那么多，咱们大伙儿也要成立那个刘老根工会，我也是为了大家着想，我寻思以后咱大伙都得直播，这几个网红都是千万粉丝的，跟咱们连连麦带带人气是吧。没成想好心办差事了，其实也不是外人，还有咱们那个保洁凤英姐家的姑娘叫钱新月，凤英姐那人品啥样咱大伙也都知道，那人品不行的话，你老董事长也不能认干闺女，人也救过我干爸。这些都不是理由，不是解释啊。我想说的是打仗那个事儿啊，打仗那个事儿呢，人家派出所已经都处理完了，而且呢，我还得到了所长的表扬，说这个事儿属于见义勇为啊。咋事儿呢？就是咱山庄的员工碰了个流氓，你说我能不帮吗？咱也不能袖手旁观呢。别说是小琴了，就是说咱这些舞蹈队这些妹妹谁要挨欺负的话，那我也得上啊。作为时代的精神小伙，我怎能袖手旁观呢？我想说的就这些啊，对于这次还是抱歉啊、哦、不好意思了。老娘，你有话要说啊。嗯，我认为李总监这次检讨非常认真，也特别的深刻，也提醒我们大舞台每一个员工，作为大舞台的每一位员工都要遵守大舞台的每一项规定，我们应该向李总监，我呀应该向李总，我还是管好我自己得了，话多了啊。你忙。我有事想找你帮忙，这石信这次回山庄之后吧，我们俩就被监视起来了，他那边李大成天天看着他，我这边我妈天天盯着我，我们俩就连电话都打不了。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俩见个面。你现在都这程度了？什么呀，我就是想跟他见个面。我能见着他呀，你跟我说，我天天能见着他。你能别逗我吗？我请你来给我想办法来了，不是来气我来了。哎，对了，他确实有点事儿让我跟你说。什么事儿啊？他说他不想跟你处了，他最近吧心里特别不舒服，
然后特别难受，反正就不想处了呗。不可能，他，你瞅你这点出息，我真的是。哎呀，大姐，你能不能别逗我呀？哎呀，我这心脏天天的，你可真行。想想，这样吧，我明天正好去市里，我把他一块带出去，你们俩有什么在外边说吧，在这儿也不太方便。行啊，那你怎么把他带出去啊？你就别管了。行。对了，那个你让你妈给林振打个电话呗。我不是想你们出去自己也挺孤单的，打个电话咱们一块儿出去呗。哎呀，还是你道行深呢。行行行，不是怕你一个人没意思。我先回去了，我这在外边这么长时间也不合适。啊，好，谢谢啊。药丸子，你还问我咋的了？你自己出啥事儿你不知道啊？我咋的了？谁跟你说啥了吗？你说你这还咋回事啊？咋这么不让妈省心呢？又进派出所了？啊？你这是给你妈过周年呢？这家一年整一回。哎呀，到底咋回事啊？你跟妈说说。妈，你先别生气啊。这事儿呢，不怨你儿子，我是纯属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还进派出所啊？那不因为小琴吗？小琴，小琴那孩子老实巴交的，也不惹祸呀。他咋出啥事了？你听我说，妈，你先别激动。下雨，林小琴上市里不整什么销售吗？陪人客户吃饭，那个大老板把小琴灌多了，还动手动脚的要亲小琴，都搂上了。你说这事我能不管吗？啊，那这回事啊，那应该管。小琴是咱家人，那这事儿得管。那可不嘛，所以说我才出的手。那你不是出手太重了，把人打坏了？没有，现在都解决完了啊，你就别操心了。顶多我算个拉架的。不过以后我告诉你注意点啊，可别在外边惹事儿，听着没？放心吧，放心吧。啊，还有啊，妈，正好你打电话了，我那个，你最近手里宽绰啊？你又没钱了？不是你不刚开支吗？那工资哪去了？我这现在不正是事业的上升期吗？花销大点儿。跟你那串点，你儿子可不是要啊，重大了，我就是纯属借，我过两天我就给你啊。啊，那行行行，你别着急，一会儿妈就给你转过去啊。谢谢老妈。妈呀，你说我刚才是想骂他一顿，这咋还给打钱？你说干啥呀？请坐。哎呀。这么神秘的呢？哎呀，跟你唠两句嗑啊。说，三哥，这样啊，以后啊，再开会呢，舞台上的演出的事儿，业务方面，你是有话语权的，你可以随便说。嗯，就是至于三星管理上的事儿吧，你尽量少跟他记个。他这一生气吧，就我挺为难的。咋的？怕我跟他干起来，完你回家跪搓衣板上？啊，那倒不能。为什么就？哎呀，开源呐，我是你哥们儿，咱俩是磕头的，我所有的事都是为了你好，这点你明白不？我肯定明白。那你现在你感没感觉到你变了？我哪儿变了？变太窝囊了。自从开源大剧院改为刘老根大舞台以后，三星一来了，你就变成像小猫一样，那典型的妻管严呢。就像今天开会的时候，就散个会都不敢说，就问人家散会吗？你窝囊不啊？人家那是我对三星的一种尊重。那是，你对他尊重了，给你整啥也不是了。
你想没想过，你要啥也不是了，咱这帮哥们还干的有意思吗？开元，你记住，刘老根大舞台是你叫我来的，我捧你，要不然我不认识老刘家是谁，我说走就走。有你这句话啊，我心可踏实了。但是以后再开会的时候吧，相互呢都留点面子，然后你也别。行，可能我情绪激动了，我错了行不？没有错，就你这败家脾气坑人的玩意儿，我下回注意。好嘞，啊，没别事了，晚上整点不？我带酒去。那行，我定个地儿啊。好了好了，叫三哥啊。好了。这一天呢，挺大体格你。哎呀。哎，怎么了？丸子哥，昨天麻烦你了。这算个啥事儿？你还不了解你哥吗？从小就是个血腥的汉子，你的事儿我能不上吗？我请你吃饭。那都不用了啊，我这还挺忙的。我已经往你那边去了。那你也回去吧啊。花什么钱？我这确实没时间。好了，老妹儿啊。咋撩这么快呢？我还没说完话呢。我来都来了，你有没有时间？我都不回去了。月啊，嗯，自从你加入咱们工会以来啊，我看了你几场直播，嗯，总体呢真挺好，但现在吧有点小毛病，你知道在哪儿吗？嗯，我看你多少有点紧张。我可不是紧张吗？我前两天直播，我唱歌都唱跑调了。是不是声卡出现什么问题了？嗯，声卡也没人帮我调，然后我自己也不会弄，音质不怎么好。明天找个专业的人给你调调。行。实在不行，我给你换一套。那太好了。换个最好的。嗯。哎呀，你能让九蒙子出这么大血，他要干啥呀？这不嘛，九蒙子，他想回大舞台，头两天来找我来了，我说我办不了这事儿，我说这事儿得三哥办，我说你找三哥办事儿，你不能说白办呢，我说三哥属鼠的，这不嘛，九蒙子给你表示表示，整个金老鼠，行不行哥？你真行，小事儿，跟宋花园说一声呗，一句话的事儿，啊，你看。大舞台就没有我三哥办不了的事儿。啊！咋的了哥？大舞台呢？你三哥现在说话还行，但过一段时间就不一定了。咋的了？大舞台这些事儿你还看不出来吗？现在三星跟药丸子处处针对我。把宋老蔫也拉他们伙去了，研究新节目毛我。就三哥这艺术，怕他们毛吗？但是我烦，闹心。我早晚得走，但你放心，大龙，走哪三哥都带着你。哥，我看宋老蔫他就是飘了，哥们情义他都不顾。哪天我找机会，我揍他一顿。你说你这小子老揍这个揍那个的，能不能动点脑子？那咋整啊？我知道了，哥，放心，喝酒，喝酒。先生，先生，啊，您菜上齐了，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服务的吗？谢谢啊。哎，这你拿着。陆先生，这是干啥？我不要。不是，我不是给你的。嗯。我一会儿啊，来个朋友，嗯，完了要搞把浪漫，一会儿你替我给他。那不行，我们这不让，要你问问经理吧。你这点小事，你问他干啥呀？能办吗？那我们这儿不让这。你别着急，我这还有首诗，
一会儿看看，好好的有感情的朗诵出来。这咋还俩活着呢？那你把钱拿回来，我换人。那我再练练吧，我练练啊。那行，练练啊，谢谢了啊。小月啊，我到饭店了，菜啥都点好了。如果你要到的时候呢，你告诉我，我出去接你啊。哎呀，看你头两天直播，怎么还哭了？我这一开直播，底下全都打字骂我的，全是黑粉，我都不知道咋说了。遇见黑粉是正常的，你就当看不着就得了。现在有个最闹心的事儿，就是我一下播吧，全都给我发私信。又要加我微信，又要约我吃饭，说啥的都有，整的我都不敢看了。榜一有个叫小月守护，刷了十多万。嗯，那个是不是王哥？不知道啊。给没给你发私信？就他没给我发私信，你看我还给人发一个，我说谢谢大哥，他都没回复我，我就感觉这人老好了。看见没？这种人就是套路。这里面水太深了，你不懂。你看点微信，我位置给你发过去了啊。行。谁呀？啊，我哥。王哥。啥王哥呀？不信你看看。那我不看了。交代你点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啊，小月那边直播，你就去给当管理去，包括私信这一块，小月就不用回了，你去给打理。有约他吃饭的了，你就跟说小月这边忙，没有时间。你就实在不行呢，我是他助理，你就跟去。那老板，我去吃好吗？没啥不好的。那好吧，那谢谢了啊，姐，辛苦了。没事儿，应该的，小月。嗯。完了，你把那啥。把他这些那个我出去接个电话啊，你搁这接呗。啊，就坐这接，出去接啥呀？行。喂，哥。哎，小月啊，那个你到。哎呀，你快吃你的吧，我谈正事儿呢，过不去。哎，你吃吧，你吃吧啊，好了。有哪个哥呀？他那个跟我妈是一个单位的，在龙泉山庄一起工作的。叫药丸子，姓药啊？不是，药丸子是小名，大名叫李春金。哦，李春金，认识吗？没什么印象。对，他是刘老根干儿子，我妈呢是刘老根干姑娘。哦。啊，要论辈分的话，那我还得管人叫舅呢。啊，舅啊。嗯。那我明白了。你那啥吧，你先忙去吧。啊，没事了，老板。没事。那我先走了。啊，忙。哎，小琴呢？哥，我来请你吃饭来了。那个，你就回去吧，你不用来了你。我都到了，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你都到了啊？啊。那你过来吧，我这搁饭店呢，菜都点好了。啊，你来了也挺是时候。我不都说我请你吗？你咋自己订好了呢？那行了，我给你发位置啊。嗯，好。哎，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都到了。再我强调一点，谈正事的时候，这电话你放一边，你说你老搁这晃来晃去的，一会儿叮铃叮叮铃铃，太烦人了。哎呀，下次我不带了，我就放外面。对，不能带。嗯，晚安，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咋操这样呢？好看了是不是？我不敢好好看，那也太吓人了。谁给你打扮的呀？我这精心设计的。这脑袋就精心设计了。好像个闷头。
你咋这么说话呢？你说我这个是什么型？像啥？没看出来。像丸子不？这叫丸子头。哎呀，我的妈！你可真能整，还整个丸子头。你的脑袋能打一个内蒙古地名？啥名啊？包头。给你削出个大包。哥，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我咋每回精心打扮你都不满意呢？那就是个大闷头，就挤撕下就好了。你可别逗我了。吃饭吧。这嘴下回整别整这么红了，太吓人了。人家都这么画的呀。像鸡增似的，还这么画。你也吃啊？啊，你先吃吧。哎，哎，信号这么不好，老妹儿您吃啊，我出去打个电话啊。哥，你干啥呀？我一会儿回来啊。女士您好，刚才跟您一起用餐那位先生让我送您一束花。是坐那儿那个吗？谢谢。他还写了首诗，让我念给你听。啊？我念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思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心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思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心里，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太浪漫了。女士，这个，谢谢。让我情绪缓一下，你让他过来吧。那个女士，她走了。啊？嗯，走了。走了？嗯。他还不好意思了，比我还腼腆。那一会儿麻烦您去吧台把单买一下吧。啊？他没买单呢。没有，走得挺急的。你确定吗？他请的我。嗯，确定。行，我知道了。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哎呀妈，写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多吃点，心儿。嗯，没事，你也多吃点，二哥。他牛排挺嫩的呢，哈。挺好吃。挺好吃。嗯。来呗，咱俩喝一个呀。来吧。敬你一杯。谢谢飞哥对我的照顾。哎呀，应该的。你多吃啊。好。服务员，买单。你看你。没吃完，你着急买什么单呢？你看你总跟我抢，你就不能让我表达次心意呀？赶紧的，我花。不能让你花钱，你现在还是个学生，挣点钱不容易，而且你跟我出来吃饭，我能让你买单吗？等以后你成大网红了，挣大钱了，你再请飞哥我。行。而且我吧，是他们家的会员。嗯。我这有卡。
Z 卡应该里面还有2万多。你存这么多钱呢，哥？我没事总带客户来吃饭。这样吧，这卡放你了，以后带同学来吃饭，直接刷我这卡就可以。不行，你存那么多钱，我可不能拿，哥，你快拿回去。听我的，以后你带同学来吃，直接刷我卡就可以。你要火了吧？你把这个杯子换了，有点掉份儿。净扯了，够了吧？大腕了，你得换点高档。三儿啊，大哥，今晚观众咋样？我感觉今天观众不温不火，有点蔫呢。知道因为啥吗？等三哥上台呢。等我啥呀？今晚观众蔫儿，等你蔫儿哥呢。老蔫儿，都等你呢。三哥。我听你这话里边好像有话呢。不是我有啥话啊，观众都等你呢，都冲你那双鞋来的。要实在不行那会儿我就不上了行不？你看你说啥话呢，都冲你那鞋来的，你不上观众退票咋整？我还咋接了？说啥话呢？那我是玩火了眼呢还能玩蔫了眼呢？你往蔫了眼我咋接？你就得往火了眼呢，对不？我听这话是，那你还画啥呀？就往好了演，观众都等你那大雷子呢。不，人家都要上台了，你跟人说那些没用的干啥呀？影响人心态呢。不是人鼓励还不行啊？用不着你们鼓励啊，炸不炸不用你们管，我宋哥活搁那呢，上去就炸了啊！加油，后场的，往炸了演啊，喊两声。啊，吊着嗓儿，哎，加油！啊，就这一声就炸了，我告诉你。不是我说要丸子，你啥意思？啊？啊，你啥意思吧？俺培养一个压轴的，还是想让光宝花的？你这时候现在就是心虚了。我心虚啊！哎呦我的妈呀！你别说整个钉子，你明天给他整个绳上吊，那不更炸吗？你别人家整个钉子活就老拿这事说事儿。牛老三要牛的话，你整点别的活儿，你能接住人家啊？盯的活儿我都不演了，那没意思，懂不懂？我压这么多年寿，我那怕他这个？这本事这玩意儿吧，三哥不是吹的，也不是自己吹的，你得别人捧，知道不？是罗氏马郎牵出来溜溜，台上见就完了呗。台上见呗。凤姐，你不后场去啊？哎呀，我去看一下我松哥炸去了啊。大龙，你不看看呢？你学学人家，我建议你们这些女演员，你可以看一看你宋老师，好不好？安三，你跟人学学，你别老永远头马还铁头。哎呀，你看看这怎么炸的？我去看看，进来。